姐妹平安，平安。请关掉你们的手机，安静我们的心。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。属世的一切都要过去，而我们的神仍然在那里，因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阿们。我们信靠他，就不会迷失方向。我们所行的一切事，都要来认定他，他必指引我们的路。我们一起来读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我们现在一起请起立唱赞美诗，全能大主宰。No.